就是这件事情，你相信我们联盟成员一定会做到，是一定会走步的，因为一定会做到的，因为我们在打乒乓球的时候也不会动的。教练说，你这动不动左脚，那你右脚动，左边上左边脚，右边上右边脚，左边上左边脚。来吧，我们练习吧。没有直接说你。好。